老爸在原，家住在山西太原地面。回想早当时啊，皇上要来挑选姜母彩礼，我老爸做官，叫我千金参加彩礼。我做新的。我要离开的时阵，我大嫂才来临盆洗澡。什么名啊？原来就是我孙女一条千出世啊！还没参加活动，在哪里？我是讲，我孙女一出世，我要到京城来。后摆姑孙若要会面，啊，我会老，囡仔会大，所以我身躯一堆的叫鸳鸯啊，母会留在我的身上。啊，今日就交代着我的孙女啊，希望后摆姑孙会到会面。想袂到我来到京城地，经过人前中。不能拢看上了我，就甲我挑选为做王妃，啊逍遥自在。乃在伫宫中地面输过十多年，有连中间我梦中伫梦，啊吃药啊搭去，血流不止，我就感觉真奇怪，啊命伊限期限轻。来到南清宫替我别梦，韩青伫咧讲，伊一粒肉包，可比是八月十五同款。啊，搭去老会，就是甲我代表讲，八月十五迄一天，我有可能甲我的骨肉亲会面啊。奈在未时破碎，啊，我的后会唔出下妖怪。韩青伫咧讲，伊的内面有一面小石棍。两只招妖地怪，这个不是别人，原来就是我孙女的亲。啊，阮高孙会面了后，啊，我就开上一在朝为官，乃在山山处处，啊，想干要来拔海，如今奉旨，啊，要取尽珠帘威气，到底是属